搭飞机调时差，应避免做什么？坐长途飞机容易因为时差导致身体不适。下飞机后建议不要做什么 ？A. 摄取咖啡因 ，B. 午睡 ，C. 晒太阳。我们人的周期不是24小时，其实是可譬如说25小时、26小时，但是靠光照把我们调回来。我是这样子啊。我觉得可能刚下飞机晒到太阳，可能眼睛会不舒服吧。但你那你戴眼罩下飞机啊？今晚9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